Learn Chinese with Mina. Hello, I'm Mina. Nice to meet you. I will read stories with you. Today, we will read this story. It is called A Present for Mom. 今天我们要读这个故事叫一个给妈妈的礼物。Dad had a little box. 爸爸有一个小盒子。爸爸有一个小盒子。爸爸有一个小盒子。It was a present for mom. 是一个给妈妈的礼物。是一个给妈妈的礼物。是一个给妈妈的礼物。Dad had an idea. 爸爸有一个主意。爸爸有一个主意。爸爸有一个主意。He wanted to make mom laugh. 他想要逗妈妈笑。他想要逗妈妈笑。他想要逗妈妈笑。Mom and Dad had a party. 妈妈和爸爸开了一个派对。妈妈和爸爸开了一个派对。妈妈和爸爸开了一个派对。Mom gave Dad a present. 妈妈送给爸爸一个礼物。妈妈送给爸爸一个礼物。妈妈送给爸爸一个礼物。Dad gave mom a big box. 爸爸送给妈妈一个大盒子。爸爸送给妈妈一个大盒子。爸爸送给妈妈一个大盒子。Mom had a small box. 妈妈有一个小一点的盒子。妈妈有一个小一点的盒子。妈妈有一个小一点的盒子。What is it? She asked. 它是什么？他问道。他是什么？他问道。他是什么？他问道。The present got smaller and smaller. 礼物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礼物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礼物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And more, this is for you, said Dad. 越来越小，这是给你的，爸爸说。越来越小，这是给你的，爸爸说。越来越小，这是给你的，爸爸说。And this is for you, said mom. 这是送给你的，妈妈说。这是送给你的，妈妈说。这是送给你的。妈妈说 Oh, Dad, said Mom. Oh, Mom, said Dad. Oh, 爸爸妈妈说 Oh, 妈妈爸爸说 Oh, 爸爸妈妈说 Oh, 妈妈爸爸说 Oh, 爸爸妈妈说 Oh, 妈妈爸爸说和 Mina 学中文，大
家好，我叫米娜，很高兴认识你，我会和你一起读故事。